两个小时，我是方西彭于晏。来，来们介绍一下，我是阿南朱建南，也是彭于晏。我们是警察，正义的警察，邪不胜正，邪正派万岁，不压正。我们不会输的，加油！阿迪你好，我是您的小朋友，就是超话签到2360天，哇，6.46年，对，就想问您，就因为最近嘛也刷到一些视频，就是有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全世界的人都在偶遇您 ，po 跟您的合照，那您会看到他们合照之后，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被拍得很好看吗？我没有那个社交玩那个软件了，没有玩。对啊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，我也在潜行。我以为我潜得很好，但是一直被发现，看样子，所以我没办法当卧底，我要继续努力。如果说有那个就是只 P 自己，然后不 P 您的，你会不会介意啊？就合照里面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对，不会，我很开心。彭于晏心里想，我还用 P 吗？太帅了，我可以跟您一起比个心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我可以近点跟您比。好，来这边比。好，隔空比个心，来。哇，这个心能感觉到砰砰在跳吗？谢谢。我也想问一下刘德华老师，就是我虽然看您的作品不算太多，但是我今天也是看完您的这部《潜行》，就印象对您的反派印象非常深刻，觉得很疯狂又很带感。然后我们一直都有在网上流传，就说就是虽然你的刘德华不一定是你的偶像，但一定是你偶像的偶像。那我想问一下刘德华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我当然有啊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把我当成偶像，不要。对，直接的那个偶像，永远的偶像。对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来，我在。